一般人想到医院，总是给人冰冰冷冷的感觉，尤其医生严肃形象深植人心，让人想到医院就却步。但在园林基督教医院，却有位脸上总是挂着温暖微笑的方鹏翔医生。因为他视病由亲的看医态度，深获阿公阿嬷及病患的青睐。我甲方医生说，你予人娱乐哦，袂歹。我讲你很娱乐，啊你吼做了真好，啊你吼你嘛少年人，少年人吼做好后，你较久算算做会，会让姐姐介绍来吼。他少年人，我看伊做人真实啊，因为吼他很关心那病人的病啊。在他的开刀当中，因着他的信仰，他知道呢。做一位外科的医师有他的限制，所以当他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他都会为着患者乡亲来祈祷来祈福。那结合着他的专业以及他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对我们的乡亲来讲是非常棒的一个服务。方鹏翔医生现任园林基督教医院神经外科重症医学主任。大学考上医学系的他，因为父亲是中医师，所以希望他能念中医，因此方鹏翔选择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系医学系双学位。中医其实是家里 好几代的职业了，那从小耳濡目染，把脉啊、针灸啊、推拿那些都会。那未来的环境，家里也其实有一个 很好的设定，很自然而然去接棒。方鹏翔毕业退伍后，到国外的非营利组织当志工，并开启他不同于一般的从医之路。现在不只是个单纯的外科医生，他拥有中医、西医、重症医学科、加医科、一般外科、神经外科等六张专科证照。当过志工回来之后呢，会觉得说啊，这个未来的世界是不是这么年轻就这样定型了？我又从回去长庚，从比人家年纪比人家大，然后去选外科，然后从住院医师慢慢当到一般外科，然后再做神经外科。那这一段的过程虽然很辛苦，可是生命让我更丰富。那历经过一些辛苦的挫折，你就会觉得说得到这些技术来帮助别人是值得的。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方鹏翔，受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邀请，才从当时待了3年的屏东偏乡调回园林基督教医院来继续贡献心力。在这个地方的神经外科哦没有那么多，所以往往这里的病人哦从恒春以北就是到我们那边，所以只能够转到东港。那在那边经过了3年的洗礼之后，刚好有一个机会啊，教会的同工还有彰基的陈建敏主任还有郑俊恒主任。刚好问我说，有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里刚好缺了一个主任能够来这边帮忙。那刚好这个也是我的所长，所以毅然决然想说就是来这边帮忙，帮这边的乡亲能够看能不能做一些贡献。那因为是基督徒，所以能够回到基督教医院更是开心。园林基督教医院在南彰化拥有领先的医疗技术，近年来微创手术的成熟，使外科医生透过内窥镜在无需对患者造成巨大伤口的情况下施行手术。因为现在目前医疗仪器的进步，我们可以在术中马上看到我们所要的影像，然后给病人最小的伤害、最小的伤口做最大的治疗。这就是我们彰基在郭守仁院长的带领之下所谓的精准医疗。那因为精准医疗的进步，病人的破坏更少，他住院的时间更短，效果也更好，所以这个是真正能够帮助到在地园林人的生活。园林基督教医院的进步，大大提升了园林地区的就医品质。除了高品质的医疗技术，加上方鹏翔医生的贴心照顾，让来就诊的病患都能得到最正确的医疗资讯。